你早，今天呢早上的7:30，那么我们来看看，今天是5月18号，星期五啊，星期五周末啦，大家开开心心的过周末，人生嘛，有赚钱没赚钱都是一样的。来，昨天开奖报告啊，开奖报告之前是我们昨天呢，社福机构有一个人血压降到低，血压是30多，吓死人。我们正常血压是120-80，他掉到30多。曾经那个新闻的报道，掉到20-30就已经死亡边缘了。大家多多照顾自己的身体哦啊！要我们会员53有会员说，你不要为了签牌他妈气出是毛病的，那不，那为什么呢？你看昨天我们开奖号码0515连庄啊，2428连庄啊，啊35，我们用25。3-5都开了，就是没开25啊！但这个人生就是如戏啊！啊，但没有办法了。昨天本来想用三支牌，结果会用0535，啊，结果0535都开出来，但这是马后炮，没有用的啊！不中就是不中啊！那我五支牌也都有用35，各位看清楚啊！昨天是指向无尾，就没有错了啊！那今天我们努力一点，今天准备独自报三支。啊，独自报三只，然后办个彩注6只啊！今天礼拜五，好好的这一把牌赢回来，然后我们呢去吃个宵夜，哈哈！今天轮到我们吃宵夜，一定要赢钱。